家好，我是刘学府，我来自新竹。小时候呢，因为爸爸开餐厅，所以客人跟爸爸妈妈常常都会在餐厅里面拿着麦克风唱着歌，所以其实小时候就对唱歌这件事情很有兴趣。我爱的人，他已有了爱人。真的很喜欢音乐，在做音乐相关的事情的时候，都可以废寝忘食，然后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在意。我曾经唱过一个广告的歌曲，大家一定都有听过，就是 My my dear friends， 青春的成绩单，有你们一起向前才有100分。对，就是这首歌。之前的比赛都赋予很大的目的，会很想要表现好，但是我觉得这次回来更重要的事情是，我要告诉我自己要能够去记得爱音乐、喜欢音乐的这颗心，好好享受这次的比赛。康老师都按了一颗心，是因为我其实觉得你是处理歌曲是有感情的，我有听到你的细腻的感情，然后也很好听，但是后来那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，是就是还是中气不足，然后尾音可能有时候 pitch 真的都会跑。那所以或许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多，或许换一首歌可能可以听到你更多的感情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有点残酷啦，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站上去也是会有瑕疵有缺点，但是你知道的，因为这不是听 CD， 那你就是实打实的，你就是必须在这里每一个环节都稍微要处理到有一点水准。但我觉得刘学府你的感情不错，然后
如果能自己创作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写一些你自己气息比较好编排的歌曲，或者是练身体，加油！谢谢陶子姐，谢谢，谢谢学府。这次回来比赛，最重要就是要告诉自己要，记得就是爱音乐，然后其他的其实不是很重要。我觉得要提醒我自己，要记得现在这个感觉，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比，想要去不管是追求的名利啊那些都还要来得更重要。